对他的印象是什么？我之前听过他在歌手里面的很多演出，然后他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诗人的感觉，就很优雅的，然后很有自己的风格，然后还有就是很有性格的就那种声音。您听过他的粤语哪首歌吗？粤语《一生中最爱》我听过了，然后他跟萧敬腾的那个《水中花》也听过。您觉得怎么样？老师的粤语歌？我觉得音乐不是单从那个每一个咬字来衡量，就是好跟不好。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唱每一句其实也不一样。在我来说，我没有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。等一下翻译过来就是我唱的不太标准。没有，我是觉得最重要是把那个歌的感觉唱出来，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。对，何贤老师说的对，就是说，音乐文字是一个壳，音符是里面的内核嘛。除非是广州哈，甚至刘惜君对。他们能够说的非常标准，我们完全属于照葫芦画瓢。没有，其实口音也每一个地方也不一样了。刘惜君他们也跟我们的也不一样。他想说哪一个比较好，我就觉得其实这个真的不重要。我们唱普通话的歌也不见得很标准。但音乐嘛，音乐会对音乐，包容这一切啊。您觉得听歌口音是啥样的？就他自己的口音，就他自己的味道。好像从海里刚刚上海上岸的一个湿漉漉的唱，发出的粤语的声音啊。对。那我们还蛮好奇的，就是两位老师为什么在上次选歌的时候会一起合作呢？在网上之前好像看过一些这种网友的这种热衷哈，希望我跟可欣老师来合作一次。我也本来也很喜欢他的声音，这么多年乐团的形象，所以我们顺从民意，然后也遵循内心的感受，我本来我就知道这个节目其实就有很多机会可以跟别的歌手合作，然后坚哥肯定是其中一个我非常渴望可以合作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幻想，就是我们两个人如果是要唱一首歌的时候，我们的声音配搭上是怎么样呢？我是觉得，应该是很有新鲜感的，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发声的方法其实不太一样，所以这样的加起来会有一个化学作用内出地来。和香港的饮食也不太一样，导致我们发音方法也不太一样。对，讲话的方法也不太一样。你会觉得网友们为什么想看你们合作呢？那肯定希望这种好的跟好的合作嘛。说中了，克勤老师说中了。也是这个形象啊，才艺俱佳哈。哎呦天哪！今天尤其把这个幼年时候照片一放出来，更佐证了我们对他的看法。你看从小就是很精神、很帅啊。他其实最早出现，其实是在我们内地看是当偶像派的，就是他有偶像的外形嘛。在唱这个那太时开心，候，好久没有人这样说。那时候眉毛很浓，然后这个头发有点卷发，一看就广东。两宅呀，我会把这一段剪起来，然后就，真的，这是很好的。我记得是在叫什么《革命大世界》吧？你看这个杂志看过这首？第一次合作感受如何？感觉就是，首先我在内地很少碰到一个没有卫星的，朋友。我也很少，碰见。所以开始是有点，那这怎么找他了？然后因为那个歌我们其实需要谈，结果我们在通电话。对，我一点不夸张，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什么会议电话，很多人一起打这个电话，那是我第一次。对。克勤是比较好合作的，因为他首先是成熟的歌手，你一讲啊，就完全都是能理解你。比如说我们说这首歌曲相对比较安静哈，翻唱版本都比较静。那我们既然是男生，两个男生合唱，给它变得大一些，有力量一些，在这样的一个总的基调下，他一下就是很明白，很同意啊。音乐观嘛，这叫音乐观，是音乐的审美观，的确没什么困难和阻拦。两位老师在合作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特别默契的地方？感到默契，从
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都充满了默契。对，嗯。默契我觉得也不是在就是在舞台上面，比如说我第一次在这一次这个松山不系的从我们第一天的拍摄开始，已经我觉得其实我跟他是可以大起来的，是可以怎么说呢，从大家谈话或者是在话题或者是一种感觉来的，所以那种感觉就是不一定要每天吃饭，然后要这样的。我觉得在走出来，然后在舞台上面就很容易，因为我们都是那种比较容易去配合的歌手，所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。都比较温和，没有这种强势和攻击性的人。对对对，比较温和的人啊，而且我们基本是同龄人，就一个年代的，所以很多事情是不言而喻的嘛。我是问，就是听这个歌的时候。会想到什么？比如说想到什么样的画面，或者想到就是自己什么样的故事什么的。风雪还有我很喜欢他最后写了两句，就是就让风雪化成一道道彩虹哈。对对对，那个两个 melody 我觉得就怎么画龙点睛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因为那个歌，我觉得如果我们来唱的话，我必须要有一个是我们两个人的那种感觉的一个版本，有张力的，对，让烟花更上一层楼。我就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时刻，就是很想作为自己帮自己加油的那种感觉，所以这首歌其实也在 KTV 里面很多，我听过很多女生在唱，男的很少啊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男生要唱的话，原来的那个版本实在是不太男生的，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男生的版本，因为男生其实就是太平太淡的感觉就不还是需要点力量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版本不错的。应该可以达到大家男生的那种原来风雪可以就这样的。可能我们这首歌演完之后放到 KTV 之后唱飞得更高的人可能少了一点点。汪峰老师。对得抢他点啊。建哥之前在采访的时候他说他其实第一次看好像是花火，不太理解花火是啥意思。在我们东北没有这个词。克勤老师能解释一下吗？花火现在明白了，在粤语我们也不会说花火，就是写下来才会了，这口语就不会。你也怎么念？没有发火。口语是没有发火。那口语有一词，有个别的词吗？佛发火花。火花和花火是两种事情。这是没了。所以是什么？我绕晕了。花火有点像东北叫焰火，但焰火呢，焰火指的是大的，小的不能叫焰火，在东北啊。香港也没有烟火，烟花，烟花，烟花啊，烟花，烟花，我们东北好像就没人说。您不是上过日子玩吗？呲花。呲花是什么？呲花，呲花就是仙女棒是吗？不是仙女棒。所有的能够就那种火焰有花火的东西统称叫呲花。呲花里面比如分彩明珠了、夜明珠了、滴着尖了、窜天猴了啊，分很多种。这你都不懂，这都是小五金。小这送货郎。